超过140万人在德国举行大型抗议，反对该国的极右翼政党崛起。这些抗议活动从1月中旬开始，导火线来自一场调查，揭露了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成员曾与新纳粹分子举行秘密会议。根据调查报告，该团体讨论出了一个总体计划，要将上百万的难民和移民者从德国驱逐出境，包含那些已经取得公民身份的人。在2023年11月25日的一场会议上，此计划也建议将未同化的公民驱逐到位于非洲北部的一个示范地区。这份调查报告引发了大众强烈抗议，尤其因为德国另类选择党自2023年开始已经崛起成为该国第二受欢迎的政党。根据社运团体，在1月19到21日之间，有超过140万人走上德国各城市街头抗议右翼极端主义。在2月3日，至少20万人在位于柏林的德国议会外集会示威，他们高喊我们是防火墙，以表达对极右派的强烈反对。德国另类选择党已承认有党内成员出席那些秘密会议，但否认他们有讨论驱逐出境一事。德国另类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，并在2015年提倡反难民和反移民的立场时开始累积人气。2017年首次胜选，加入德国联邦议会。追踪 Almost 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。